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,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.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春。台服出了久违的时装活动，这个活动前七天是复刻时装跟称号，后七天的活动才是新的女时装。女时装的活动方式是大富翁，等到后七天的时候我们再来介绍。这边再提醒一下各位，每八个小时记得来这个位置收一次网，毕竟这个活动你不收网就不会有免费的奖励，这点真的蛮讨厌的。然后在计算价钱之前，先跟各位说一下，这一次的时装跟称号超级有够贵。如果你活动期间没有碰到骗钱术或是金融的玩家，这一次的活动我是建议跳过了，因为真的不划算啊。算出来价钱你直接跟 GN 购买可能还比较划算，找 VIP 客服补一个称号是一万元宝，也就是5000台币。补时装的话是三，虽然你只会拿到一个称号或是一个时装，但是补的过程你可以自己选择术或是金融，算是也是另外一种福利啦。所以如果价钱差不多的情况下，你没有术或金融想必非常吃亏，因为就相当于你少了一本秘籍啊，超级不划算。 OK， 那这一次的活动也不多多介绍了。如果你对时装跟称号有疑问的朋友，可以去看我之前拍的这一部影片，这一部影片里面我就分析时装跟称号了，有需要的人可以参考一下。 OK， 那咱们直接来价钱试算吧。称号方案，每日元宝买7天等于7抽，连除490买7天等于180抽等于3430台币，一星礼包买2包等于10抽等于304台币，490礼包买7包等于105抽等于3430台币，7加180加10加105等于302抽，3430加340加3430等于7200台币，找 COJJ 约6120台币上下。如果你找客服补称号是5000台币，所以这个比找客服还要贵啊。但好处就是你会拥有不少的神招，价钱会多一点点，所以划不划算就见仁见智。时装方案，每日元宝买7天等于7抽，连除490买7天等于180抽等于3430台币，一星礼包买5包等于25抽等于850台币，490礼包买14包等于210抽等于6860台币，990礼包买6包等于180抽等于5940台币，7加180加25加210加180等于3430加850加6860加5940等于17080台币，找 COJJ 约14510台币上下。如果是找客服补时装来看的话，补时装的价钱是台币15000，但是如果你找 COJJ 只要14000台币。说实话，如果有碰到术或是金融就可以买一下，毕竟这件时装价值不菲，带来的就是大量的神招，至于划不划算就见仁见智。然后最后是拥有特殊需求的玩家，这个特殊需求我就不念了，因为超级有够无敌霹雳贵，反正总计可以买到902抽，然后902抽的价钱就是27030台币，找 COJJ 也需要22975台币啊，真的可谓相当之贵啊。很久没有看到行舟问仙这活动了，一算不得了，价钱真的很惊人，真的是非常离谱啊。奇怪，以前怎么都不觉得贵，有可能是现在越玩越寂寞了吧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啦，我是小春，咱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